这讲出来不太好。我是一个很 man 的一个人，我有娘的时候啊，被吓到的时候，哎，不能让他播出来。导演说要恶意剪辑我，尽全力去他评论区攻击他，没关系。生日会前是非常焦虑的。明天不能这样吗？是不是？你蛋糕村长干嘛？你为什么没有字幕？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拍照唱生日歌？为什么？发了超大的火，然后我还发了很大火说可以不播吗？被我搞砸了。Hello， 有人在吗？当时第一次觉得说自己怎么那么可怜，不得不做出反击。你要对我做什么？我们今天同样的请到了他最喜欢的恐怖箱。你最怕什么？我最怕那一瞬间那个眼神让我觉得他有一种对人生的绝望的。大家久等的就是冷笑话环节，小孩、小兔、蚂蚁、小猪，得也别多得。生日会的 teaser 现场，可以看一下这个景，有很多的你看 mark 雕塑啊，一些雕像，还有乐器，然后失讯号的吉他，那这些特征呢，简而来讲就是一个艺术家的感觉。对，我没有在说我自己，对，我是说就是布这个景的人很有 sense。 所以你不觉得今天这个景很适合你吗？哎，我觉得还 OK 哦，还 OK， 不多不少，不多不少，刚刚好。对对对对，刚刚好。阿奇爸爸在哪里？来，阿奇爸爸踢一个 mark， 来鞠躬，谢谢，谢谢阿奇爸爸。今天的整个感觉有点像是摇滚乐手主唱的感觉。我小时候曾经有想过当一名乐团的主唱，这一次呢，我就尝试了一下这种风格，然后发现，哎，原来播的是嘻哈音乐，对对对，有点尴尬。现在的温度吗？其实我觉得就是黑的，大概零下32度左右。对对对，其实看起来非常的冷。对，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冬天，然后其实还好。那就是暖气是吗？没有没有，其实你看就是为什么在冬天穿短袖，其实还好，我觉得敬业嘛，对不对？艺人，对对对。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声音非常的雄厚？因为呢，很不幸啊，我中标了，热感冒。各位，你以为只有冷才可以感冒吗？各位，热也可以感冒，知不知道？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能够注意好自己的身体。现在就是正在紧急的拍摄中，因为时间上有点忙，所以在哦可以拍了是吗？可以。OK OK， 好，就是没关系，我先拍，我等一下再来说。对对。啊，刚刚我哥在那边演了半天 hip hop， 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我现在看不下去，我要去跟他讲一下，演戏不是这样演的。虽然说我跟我哥长得有点像，但你们千万不要搞混。那个 TVC 也算是我的一个设想之一，有人能够帮我去拍，我真的非常感激。对，而且最后看出来的东西很棒，我真的特别感谢。本身他一直在生病，所以就是对昨天因为回国太晚了，就是2点半才，对，10点的飞机延误到4点钟，所以就等于6点钟才到家，睡起来工作，都是在抢时间，也都是嗓子是，已经说不出来刚买的药，主要是现在嗓子咳嗽比较厉害，一会儿吃点药看能不能扛。现在已经到差不多晚上8点钟了。
左右了，我们现在其实第一组的大长久的镜头刚快要结束，所以后面可能还有两三趴的环节，可能运动量会更大，舞蹈啊之类的还得再换几套人，所以还蛮担心孩子体力的。其实特别的累，那时候我的团队就是因为考虑到我的状态，然后他们就建议我就是延后嘛，有一些东西，但我的想法是就是可以延后但没问题，但是毕竟你们都来了你知道吗，就那个地方还蛮偏的你知道吗，我想说坐了这么久车那空手一场我觉得挺可怜的，我说要不然我们拍一个，如果不 OK 我们之后再补，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因为太可怜了我觉得，对，好，来三二一，好久不见，看到这个箱子有什么感觉？很想他。有没有似曾相识？很想他。他是兔子吗？当时第一次觉得说自己怎么那么可怜，我怎么重病了我还得给他就是拿一只兔子在那边，对不对，还给我放牛蛙的声音，拿喇叭来骗我，各位观众，真的，我作为一个就是从小看综艺节目长大的人，我真的受不了这口气，我不得不做出反击你知道吗，我不得不做出反击。大家好，我是林恩俊。今天呢，刚好碰到了他们所有八月份的寿星，那想说呢，来这边的话就跟大家庆祝一下，然后也感谢一下大家这段时间对我们 Nicholson 的照顾，谢谢你们。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所以你们全部都是八月份生日哦？那你们全部都是处女座哎？哦，狮子座，对对对对，哇，都是不太好的星座。都很棒啊！小五拍什么？对，我今天呢，有准备了一个还蛮特别的礼物给大家看的。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屏幕。我真的害怕我。哇哇哇！温度啊！哇！不敢哇！吃的网，你是什么？到底什么了？哇！哇！啊！天啊！花里胡哨，花里胡哨的一点点，五五六六七七八八的，五五六六七七八。大家看起来好像非常的开心跟欢乐哦，但其实这背后呢都是血，都是泪，都是辛苦。我非常感谢，就是有这么一个人能够帮我们记录这些快乐的时光。那今天我们就请他本人来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有请今天的神秘嘉宾。你不要这样惊愕的看着我，对，你这样会让我有成就感，因为你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方方同学呢，就是会常常用各种就是精彩绝伦的那种整人气话来逼大家展现出自己可爱的一面。对，所以我非常感谢你。你不要这样，我会害怕。你要干什么？请问一下 Siri， 你觉得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帆帆采访很尬，还不愿承认他最大的爱好是喜欢甩锅。哇，你现在要干什么？那你觉得他怎么办呢？帆帆整蛊了那么多大厂男孩，必须要有一个人来教育他。哇，谁啊？
他今天空降了爱奇艺创新大厦15层。哦，不会是在下吧？你要对我做什么？没有没有没有，你吃了吗？我没，我吃了，我应你干嘛结巴？吃了还是没吃？吃了吃了就说，没吃也行。我没吃，没吃，是不是？我知道他没吃。对，这是为你准备的小点心。那我跟你讲，里面是什么？里面是一个。别呀、啊、别呀、啊，你先别崩溃，我们节目还得做完呢。我现在有点懂你们的感受了。懂了，对不对？你懂了。他现在眼眶有点泛红，我不知道怎么办，有点不敢直视他眼睛。你要选左边还是右边？哎呀，我跟你讲它是什么，好不好？我跟你讲它是什么，它里面是个面包，这面包里面有两个馅。我选这个。你选这个。对。你等我介绍完好不好？节目怎么做的 ？OK。对，就是太大好吗？在瑟瑟发抖，我跟你讲，它里面有一个是芥末味，那有一个是抹茶味，你确定好要选哪一个了吗？我选这个，左边的。对 ，OK， 好的。哎，我们一人一半好不好？哎，我吃饱了，我刚吃饱。哎，真的要让我吃吗？吃，吃两个，两个都吃，好像要吃。哇，一看就是抹茶味了，这个咬了这么大口。我看镜头特写一下他的眼睛，我特别特别的感慨，因为我看过很多次大肠男孩对我流露出这种眼神。哎，这个有没有想对大肠的100位男孩说什么样的话呢？我非常感谢大家，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今天，但是亲自做的，外卖订的，外卖订的，外卖订的，这个外卖，下手也太，你知道我是带着制霸的这个名号进去偶像练习生的，但是到后期的时候他就不见了。不见了，这个过程起了一个转折点的是刚刚大家看到大屏幕上的一个游戏环节。对，我们今天同样的请到了他最喜欢的恐怖小子，来，各位观众，你最怕什么？我最怕蛇。你最怕蛇？对。哦，哎，感觉他们的表情很真实。那我觉得他看到恐怖箱那一刻，那一瞬间那个眼神，让我觉得说。他有一种对人生的绝望或者什么之类的感觉，那一瞬间他长大了，你知道吗？那种感觉特别好。对，算是个小小的提醒，以后如果逮到机会我可能来个更大的也不一定。对，那你有想过就是如果你有一天不然摸到他，你会有什么感觉吗？反应吗？我可能就是僵住。僵住？对，但我敢伸进去。你是说谁不敢伸进去？ OK。 你敢伸进去但你敢摸吗？我不知道。你不知道？直接揭晓。这在哪里啊？哇，你这为啥湿乎乎的呀？哇，热乎。等，你摸尾巴，你摸尾巴。这什么东西啊？是章鱼是吗？哎，我胆子很大，好吗？各位观众。哎，怎么办？这样播出去之后，你的人设救不回来了。没事没事没事，我这个人真的没有在 care 这种东西。虽然说我现在感觉背后在流汗，没关系没关系，一切都那么淡定。OK， 那你就是成功猜出来了。哈哈哈哈。那我们的奖励是什么？来了三合影。啊。对，是这个奖励。没错没错没错。三。2、1，好，现在到大家久等的就是冷笑话环节。今天的主角是小猪跟小兔。有一天呢，小兔他就突然把小猪抓过来，问了他很多非常隐私、非常私密、真的很尴尬的那种问题，然后小猪就很支支吾吾，就答不出来。然后小猪就问小兔说，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这么敏感的问题？然后小兔说，因为我是特务兔啊。小猪他就松了一口气，
还好我是支吾猪。表演这个东西是一个艺术品，要么就做到最好，要么干脆别做。Let's go. 等于自己的作品嘛，就是那个压力很大，其实就是加上彩排到正式登台，我整个只有4天。其实那个基本作业其实应该需要到1周到2周的，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的紧急。这个场地是一个比较防滑的一个地板，所以舞蹈动作可能会有一些更改，因为我原本练的舞蹈动作是在木板上面，就是会很滑的那种，然后会有一些翻滚啊，或者是一些转圈的动作，然后这个有点防滑，所以可能就是要更改或什么的。指尖的跳动，暧昧点缀你的弧线，将玫瑰落在你的唇间。Love you, my girl. I love you, my girl. 也非常感谢，就是我的舞蹈老师，对，就是顶着压力，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一些，然后我觉得还不错，对。反而为爱不容易 Only one perfect one 你心中 I will be free 不想演戏被追着以为演技激烈冲击 Give it a chance to prove it今天是8月14号，今天我第一次来到生日会现场，这个是我们偶像练习生的总决赛的拍摄地点，然后我那时候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开心。我其实没有特别想要做什么事，就是我会跟自己讲说啊，我们去做吧，但我没有真的想说我特别想要干嘛，我特别想要红，我特别想要出道，我特别想要当艺人，特别想要，没有。但是那个当下踏进那个总决赛那个棚的时候，第一次看到那个舞台，然后座位，然后包括那条通往出道的那条道路，第一次有这种想法。我在做梦吧。怎么办？我没有被感言。那时候在喊到我之前，我那时候真的觉得说啊，回家上班啊，回去开始练习生的一天，对，我们再练个一年吧，这样那种感觉，对，就真的没有想过能出道。其实我觉得偶练可能5年后我也会觉得说哦还不错，但是可能就不会觉得说我当年偶练怎么样怎么样。第22名的练习生，他总共获得来自全民制作人的262万2836票，他是来自香蕉娱乐的林彦俊，恭喜。第11名的练习生，
他是来自香蕉娱乐。林俊，求你，林俊，林彦俊，林彦俊，林彦俊练习生。第五名的练习生，他共获得来自全民制作人投出的1213万1367票，林彦俊。这次因为生日会的关系，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舞台。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给我的一个警惕，就是告诉我，不管你走了多远，那还是要记住你原本出发的地方跟你出发的心态吧。我觉得有一种勿忘初心的感觉。很多 take 哦，就是23制霸什么 blah blah， 就是有一些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 surprise。然后我没有想到，就是当初想的这个对这个生日会的一些想法，可以真的如实的用到了现实生活中，我觉得真的很满意，很满足。对，所以接下来只想要把表演跟状态提到最好。我有拿过第一版的生日会的一个 PPT， 叫做《冰与火》什么之类的，好像也是要讲述就是哦，你是一个外人内热的一个人。我比较喜欢直接，那我就直接告诉你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一个字。我有一句 slogan 叫 Why me? Why not? 人们常常是会受到质疑的，尤其是当你被看到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你凭什么，我不凭什么，但为什么不是我呢？为什么不能是我？为什么不行？其实喜欢我的人比我还要累，因为当你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被质疑或者是他被什么攻击或什么之类的，其实很累，你心里会很累。我给你们看到的就是我自己，我真实的一个人，你们给我的质疑我也看到了，但我会用这种方式去回应你。四文对吗？嗯。往后面，不要往前面。好，然后可以斜一点，斜侧一点。对对对。哎，太过了，过来一点。啊。嗯、听我讲话 ，Listen to my song。等一下，我们等下再录。我刚刚那个 Bonnie 的后面没有你，你知道吗？对，有听到吗 ？Hello。生日会前，我还没有到正式登台的前那几段时间是非常焦虑的，所以你跟我。什么过生日或者给我 surprise 这种，其实我是不太会去享受的，你知道吗？当时我就是在纠结，为什么我走过回去的时候没有那个字幕，为什么没有？然后开始放生日歌，我放这个生日歌干嘛？为什么没有字幕？我刚唱完歌后面有你，你知道吗？没有是吧？有。刷的刷的。有。来，我们再走一次，来，你先下去，你要再来一次，对，再来一次。蛋糕推上，你蛋糕推上干嘛？你为什么没有字幕？哎，今天就先吃蛋糕了，是不是？所以我要许愿。为什么拍照？为什么要录？大家为什么要唱生日歌？为什么没有字幕啊？你知道吗？耶！连续你回头看，祝你生日快乐！哇哦，哇哦，耶！好开心哦！明天不能叫吗？是不是？明天叫我翻脸，我下台啊！对，对，好。谢谢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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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辛苦了。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明天请你的上字幕。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辛苦了吧。所以大家辛苦准备了一个庆生的场面，被我搞砸了。对，然
然后就搞着，哎，我今天字幕特别准时，我跟你讲，特别准时。但还是谢谢大家，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机场必备，是给我机场用的。黄导非常知道我需要什么。我们那时候在 LA 拍完那个天文台，然后本来要去那个 La La Land 的那个他们电影的其中一个环节，就是有一个在 Hollywood 的那个半山腰上纵看那个整个 LA 的那个场景，然后他们在那边唱起歌跳起舞。本来要去那个地方，但是找不到，很尴尬，问他为什么找不到，因为那个地方好像车到不了，只能走，借口，对，借口就是找不到，对。然后于是呢，我们就去拍了那个天空那个环节，因为我们看到有一堆草丛跟一堆树，还蛮漂亮的。对，然后我们拍完那个呢，我跟你讲，我们就去吃火锅。导演他找洛杉矶，他找拉拉链的场景，他找不到，他找到火锅，各位。但是我们找了一个很美的地方啊，我们录了一次采访和两次 ID， 每次你都努力的跟别人做的不一样。是一个 ID， 本来是对着摄像机说一句什么谢谢大家就好了，然后你是在山坡上跑，是，就这个我们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吗？就近一点没关系，就半身这样就好了。好，来，那马图一块。9% fan meeting tour， dance with love， 让我们一起燃爆夏天，让我们一起燃爆夏天吧。3 2一，让我们一起燃爆夏天吧。9% fan meeting tour， dance with love， 让我们一起。啊，把声音做。OK。9% fan meeting tour， dance with love， 让我们一起燃爆夏天吧。好累啊！啊，好累啊！所以我刚才发了一个微博说是生日快乐，在戏精啊，我眼中你是敬业本人。哎，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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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说实话，就是黄导真的一直在 LA， 非常的想要拍一些非常好的花路之旅的过程给大家。对，所以我们真的尽可能的在协调出来。虽然说可能就是可能会有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觉得黄导真的非常努力的要给大家，真的他已经尽他所能 ，try to the best。去拍出更好的东西给大家，所以以后我觉得只要给黄导时间，他可以给你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东西。希望我23岁可以给黄导再拍一些，然后对，希望他可以再教我多一点冷笑话。谢谢谢谢谢谢，辛苦了辛苦了，生日快乐，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还有紧张的工作在12点后等着你呢。没问题没问题，来吧来吧，加油。Yes。有一天有个小孩。他跟另外一个小孩在超市里面吵架，然后那个小孩就对那个小孩说：“你就大得抖。”然后那个小孩又吵回去说：“你再大得抖。”这时候妈妈出现，妈妈特别不耐烦，妈妈就说：“多得多得得多得，得也得多得，得得得多得多得，别说得得得都别多得，得得得多得，得也别多得。”对，我其实觉得还蛮好笑的，为什么是烂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讲垮，真的很对不起。对，我很喜欢看一些高级的幽默，对，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消化到我这边就变烂梗了。Hello， 有人在吗？警察林姐。你是警察家教。这个是 ISM。一个小巧思吧，就念起来就是粉丝的名字，对，念起来是粉丝。看到没有，粉丝现在就趴在你耳朵，对，他现在在我耳朵上，有点痒。最喜欢他酷酷的，比较男人的样子。我也是。门和裤都喜欢，超级 man 的那种，制霸，制霸。可能会觉得说我是一个很 man， 但我有娘的时候啊。男生被吓有好几种反应，很 man 很 man 那种，就是那种，
就是这种。然后我有时候哎，会这种东西，对，然后特别不能让它播出来，你知道吗？我当时看见面会，然后现场看舞台之后喜欢上连俊，就是在偶练的时候，第一集3月24号大号魂斗罗，我从鬼屋里面决赛之前3月底 firewal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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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吧，在 firewalking 跟大家合作非常非常开心，对，然后但是 firewalking 不是有那个就是有那个规则吗？需要自己的队友去写，我觉得哪三个可能要被踢走，我当时为了这个发了超大的火，哈，哈，哈，我们会加油的。呀，给自己鼓个掌。就是我希望我们接下来剩下的这7个人，背负的是我们曾经12个人的使命，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呈现一个真的最好的 fireworking。好，鼓个掌，不容易，好不好？大家都不容易。可能是队长吧，还是什么心情？就是觉得说，有种在自相残杀的感觉。然后我还发了很大火，说可以不播吗？这一段就是投票，这一段可以不播吗？虚移动的练习生是李希侃、觉醒东方、勤奋跟昆盈乐的月月。真的确认，完全。确认，我很少不配合拍摄，或者是不讲话。那是我唯一一次，我看着镜头，然后丢了一下名字，我丢下去，我就走了，没有讲什么话。但幸运的是，哦，好险 ，Firewalking 的呈现出来的东西还不错。然后我也没有想过，真的那个会成为我一个，就是大家很多认识我或者会开始喜欢我的一个作品，我没有想过这一点。在 firewalking 这个主题下呢，我希望能够带着其他没有到跟我们一起上台的成员们一起，就是绽放这次烟花。想在你吻我的时候守护你左右，想唱着给你的温柔 never let you go。 连夜连夜，我爱你，爱你一生一世，天哪。连俊为你千千万万遍，为你千千万万遍，为你千千万万遍。13岁，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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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欣，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过生日。8月24号，它是在一个暑假的一个快要。开学的一个时间，我的生日基本上都在工作，要么读书，要不就赶暑假作业吧。完全没有想过会在生日办一个生日会。生日的时候，每个有吃到生日蛋糕的人都会获得寿星的祝福，然后也会比较容易幸福，跟新娘子捧花的概念是一样的。没错，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一起吃个蛋糕吧。祝你生日快乐。我去年发了一个微博叫 Hello22， 然后今年发的微博叫 Hello23， 对，其实是跟每一年的自己打个招呼，然后也通过这个打招呼去结束掉这一年的一个感觉。来，我们一起喊林彦俊。不知道去年的我想到今年的我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心情会怎么样？应该会很骄傲。对，然后如果我想要如果我能碰到去年的自己的话，我想跟他讲说什么？去练冷笑话。我不太会去设想就是下一年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当下要做什么事就把它做到最好，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可能明年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会变什么，搞不好我就是变综艺咖主持人啊，或者变什么歌手演员之类的，我都不知道，我也不会给自己设限，但是有机会我觉得合适我就会去把握它。对，俊啊，看了几场你的演出啊，还挺好看的。你能够找到有兴趣的工作啊，也算是有福气的了。你有这么棒的粉丝啊，再加上自己能把这行业的本事给练好啊，我相信你是会成功的。阿俊啊，8月24号，又多了1岁了哦，越努力啊，就越幸运。
爸爸在这里祝你啊生日快乐，加油。最后那个人普通话好烂啊。男生其实往往会跟父亲成为对立面，对，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以后会发现他就是另外一个男人，他不是什么爸爸之类，他只是另外一个男人，然后两个男生其实就会有那种比较雄性动物的，就会有那种对对抗什么的。其实越长大其实越发现说，哦，虽然说很想跟他对着干，但其实自己也受他影响很深，对，然后也虽然说他想要我去做什么我都没有去做，我都选了自己的事情去做，但是偶尔发现就是对抗之后的乐趣吧，我觉得就是偶尔来一下这种小和解或者是什么这种之类，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对，很幸运能够有他们，对，很少会去跟他，对，很少会去跟他聊天啊。我家一开始你知道他要我做什么吗？中医，反正好像都是那种比较严肃的职业，对，所以真的很难得，就是能够在这么一个严肃的成长环境下，能够诞生出我这样的一个，就是，对。想在你软弱的时候守护你左右，想藏着给你的温柔。今天的生日会是我，但其实他更好的后缀是我谢谢你们。是你们成就了今天的林彦俊，也许我走得慢了一点，坎坷一点，但不要担心，因为有你们在，我会走得更稳一点，坚定一点。蝴蝶有一天就对蚂蚁说，你这么闷，你是找不到女朋友的，你有考虑到以后吗？蚂蚁就想了一下，然后说，其实我有考虑到，但是以后她看不上我。诶，这个是在我生日会前面播还是后面？后面播，那就没办法预告，对不对？那希望我生日会结束以后，大家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呢，可以去网络上搜寻一下黄迪啊，尽情的去他评论区攻击他，没关系。说点别的，这个不会放出去。这不会被放出去。刚刚导演说要恶意剪辑我，对，我刚刚听到了这句话。Let's go。姐姐姐，No No No， 耶耶耶耶耶 ，You must be kidding。就让我在这黑夜画下你的双眼，指尖的跳动暧昧点缀你的弧线，将玫瑰落在你的唇间。 Love you my girl, I love you my girl, You must be kidding, cause you're my girl。带上了，带，哦，没有，这一模一样，但不是你。
好的。